夏天到了，穿得比较清凉，就怕这肥油爬上身。台北有饭店是特别推出了夏日五元气的轻食餐，这清爽特选的这个加拿大熏鲑鱼，还有白酒甜椒沙拉，是以低卡满足民众的味蕾。而最特别的是呢，这吃完休息过后，女生有肚皮舞老师来教您甩肉变的窈窕，而男生呢也有搏击老师来教你怎么变壮减重，让你吃的没有负担，还能够甩肉变健康。可以看到呢，这饭店为了业绩，除了美食之外，还要替消费者想到健康运动的问题。